在一起，佛法之旅，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。Hello。接下来，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见佛无量光色，无量形象，圆满成就，平等清净，一一现前，分明正了。人普贤菩萨对这个与会大众的菩萨说，说见佛的时候，见佛的时候，见佛的什么呢？就是见佛的无量光，无量形象，见佛圆满成就了光色形象，就是佛是佛的种种庄严相，种种庄严相。那么仙呢，是见佛身说的，见佛身说的。那佛身具足有无量光，有无相无量的形象，都是圆满成就了。这个圆满成就了，是从十地菩萨以来。现在不是十一地了吗？十一地菩萨说，你们见佛的形象了，也见着佛的法身了，也见着佛的所有的报化，这些形象色相平等清净。这个平等啊，是着的法身说的，清净呢，是指报身化身说的。就是法身、化身、报身，一一现前，一现前啊！就是这些个佛都证得了，都具足了，是标题的意思啊。标题下头才说，加以分别说，说无量光、无量色，说说见佛的无量光、无量色，是多，无量嘛是多，或者见佛的佛身光，只是一个一旬，就是多也好，一也好，一多无奈，见多，把它收拾为一，见一，把它说说。观照无量，这如何加比喻说吧？在理上不能理解，在事上说，说像太阳光一样的，最殊胜光明最好的时候，日光最好的时候，佛身就像日光最盛的时候那个色相一样的，国子佛身啊。那见佛的微妙光和色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所谓不容易的，这都是十一地菩萨所见的。普贤菩萨说这个法的时候，是对着十一地菩萨说的。都能继承佛位的了，大家可以看那个念那个经文的时候啊，善财童子参弥勒菩萨
弥勒菩萨就是十一地的菩萨，是登觉位的菩萨。弥勒菩萨叫善财再参文殊师利菩萨，说你现在从你出发心到成就等觉，都是从最初开始信来的。那善财童子照着弥勒菩萨善知识指示，成文殊师利菩萨。文殊师利菩萨要他住在法界参普贤。那善财童子到这个菩提法会里头，参普贤菩萨找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见到，就像咱们前文讲的，这些个大菩萨参见普贤菩萨的时候，三拜呀、三次都没寻见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大家就知道什么呢？普贤菩萨就显示果后，这是果后，果后普贤。说果后者，一切圆满都成就了，果后，果后。那这个佛身呢，就像那个初盛的太阳光似的，无量的光明，非常微妙。那是色身色相呢，也是非常的微妙，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见的，也不是一般二乘啊、菩萨乘啊所见到的，是完全一乘法，完全是佛究竟法的。那么菩萨所见的不同，根据个人的功力，个人的功力啊，个人的愿力，乃至于个人的自力，这个见是什么见呢？普贤菩萨说的是十定法门呢、是定宗啊，定宗所现的，这是第八定啊，很深入了，是定宗所显现的。所住的清净色，清净色是无色相的哟，清净色是无相的，没有颜色的。清净色一有色相，这不是清净的了。总说这个清净色是指着法身说的，以下都是报身的。或者见佛作黄金色，见佛作金刚色、甘青色、无边色、大清摩尼宝色，说了几种，这几种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无量形象，没有全说，那这个形象。只说见佛的形象，不是佛现的，而是这些菩萨所见的，各个见的不同。咱们现在咱们只能见到像，可是匠人说的像，咱们不能见到佛像的，咱们就连化身的丈六的金身也还没有见到。假使说你学了华严经了，佛是无量形象，任何相都可以认为是佛，但是这是法界观啊，法界观有这个想法吗？我们看见花，看见桌子，看着一草一木，无非佛的形象，无量无量。那么呢，实际上呢，无量相就是一相，一相者无相，无相是什么呢？清净相。
那看佛的身量也不同，或者看佛的身量啊，那是七肘、八肘、九肘、十肘、二十肘量、三十肘、一百肘、一千肘、一具卢舍肘、一半身半由旬肘、一由旬量，和见佛十由旬量，和见佛百由旬量、千由旬量、百千由旬量，那佛身就大了，佛身就大了。咱们就说那一由旬四十黄鹂吧，百千由旬乃至于千由旬，那该多大了。这个像咱们见不到，有这么心力呀、啊、观想的心力没有这么大。一万由旬，百千由旬就是一万由旬，百万由旬，越来越身量大了。所以说佛的身，阎浮提有好大，佛的身就有了好大，见佛身等于阎浮提。那把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果道，所有的果道仅仅是一个南菩提，大海呀、山林呢，都把它变成佛身，仅是佛的身量。还有中千界量、大千界量，见佛百大千界世界量、千大千世界量、百千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百千亿，诺由旬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数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量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边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无等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说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称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思议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不可量大千世界量，可见佛身不可说不可说世界大千量，可见佛说不可说不可说大千世界量。这说佛的三身这么大量，当然是这个境界不是咱们所能够，心量不能知，没有这个见量，乃至心量也没有这个量。咱们把这个整个的世界看着就大的不得了了，那这是一个小世界，小世界说到一千，这是中千世界，中千世界再说一千，这是大千世界，把这个都合成了仅是佛的身量，佛的身。如果这个道理不能懂，可以理解法身，法身，法身骗一切处，就是一法身量。圆满成就了，这是菩萨必须得到了十一地，也到圆满成就了。那跟佛无二无别了，所以才能见，才能见。那么普贤菩萨说：“佛子啊，菩萨入世，这样来认识佛。”来见佛，这里来见诸如来无量色相，有什么色相就有什么形状，这是无量四现的，是光明的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光明王，其光的分量呢，等于法界。于法界中无所不造，普令发起无上智慧。这个定啊，这是定中哦，定中哦，
菩萨是在定中与智慧像太阳一样的光照的，这就是见。说多多即是一，多即是一啊，多即是一呢，平等清净法界身仅仅是一身，无量身即是一身。正报庄严，这入的是庄严定哦，庄严大定哦，是在定中正报如是庄严，一报也如是，是庄严大定等等。有见佛身，没有眼作的，没有障碍的，上妙清净的，这得见到法身。现在这些十一地的菩萨都继承佛位了，都是少龙佛宗的真正的都是等觉菩萨的位子。他自己置身庄严，以报庄严，就是国土我道场庄严，因为法身就是佛身，因为法身即是佛身，所以没有眼作，没有障碍，上妙清净的。这些个不论在清凉国寺也好，方三藏这里东宣也好，长者也好，对此没有解释的。一者就是解释我们凡夫也接受不了，所以还有二种说法身无相无作，一切的不可说不可说，因此就叫经地缘呢，缘意只能意会，不是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。普贤菩萨跟着大这些个菩萨说，要入世的来见佛身呢，这种观念没有，没个观念法界身。众生相有好多相，佛就有好多身，众生相无尽的了，佛身也无尽的了。从性空缘起的含义，性空就是佛的法身。一切诸法都由法界而生的，无不从此法界而生，生即是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仅是一法界而已。所有说无有障碍的法界是清净的，是微妙的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就加以解释，佛子菩萨入世见于佛身，而如来身呢，不增不减。那如来身是什么样子呢？譬如虚空，像虚空一样，与从所思的芥子，芥子大家那芥菜籽很小很小的，而虫子把那芥菜籽啊打个洞，打个洞，说芥子是孔中，从这个孔中见，不减小，不是小。乃至前头讲的无数世界，也不大也不真广，不大不小，不广不狭，这就是广狭无奈自在。大小无奈自在，佛身呢是自在的。
佛山以福入世啊，你见着大神的时候，百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神的时候，佛身也没争，乃在戒宗孔所见的最小最小的已无所减，叫不增不减，这形容的佛的法身。嗯，譬如月轮，嗯，普贤安菩萨又说的月轮啊，阎浮提人见形小，阎浮在这地下看月亮，这个圆圈不大，月亮本身没减小，在月亮里头住的人见的形大而不争，不争。不过现在我们科学发明到了月球上去，还没见着有生动物，没见着有生物，嗯，但是呢，形容着我们看见好像很小，嗯，月球还是那样子，并没我们见小，它就小了。但住到月球里头的，也没见它增大，这是不增不减的意思。说菩萨摩诃萨呀，住此庄严三昧的时候，平等平等的。听懂没有？嗯，那么随自己的心，随众生的心的需要，他喜欢要求，他能够见着佛的身的种种画像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的时候，那是画像，既不是佛的报身，也不是佛的法身，这化不离法，这就三身一体了。化身不离报身，报身不离法身，三身一体。因此见化时候即是见到报法，见法时候即是见到一些化身。你能受持，受持，受持化身所说的一切法，言语言说的是法，从这个化身说的法当中，你受持理解了，理解就是明白了啊，懂得了，懂得什么呢？佛的身呢，是不增不减，非大非小，非长短方圆，这普贤菩萨又说一个比喻：一切众生命中之后，将受生时，这个报舍了，要投生卷入第二报的时候。这就是说的见呢，命中后将入之时，不离于心呢，不离于心，见就变化了，变化了。怎么每人都这么轮转受生过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，但是那个堕畜生身的，当他受生时候，他不见得是畜生身，他看着他是人。赶他受生时候入胎出来，上回我跟您大家讲过那个小姑娘，她那是活转来了，她说起来她本来变了狗了，变了狗了，她没有受，她又活转下来了。世界上有好多的事情，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多事情证明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死后的见呢，跟生前的见呢不同的了。现在我们肉体这个见，眼根对着色尘这个见，这是妄啊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妄。但是
我们不舍了这个报身，所见的没有障碍了，没障碍了也是报，不是圣境啊。见了眼睛，把它当成圣境。我们有时候做梦，或者见着菩萨像，或者到一个寺庙里头，哎，醒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所见的不是真的，但也有做梦的时候，醒了时候见着是真的。梦中所见的寺庙或者所见景象，醒了见着是真的。有时候梦中所见的特别殊胜的，醒了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就是拿这个做例子了，说众生命中的时候，受生的时候，他的心所见的，所见的清净的，不是眼目的。如果远悟的，他拒绝，他不会去受生的。菩萨摩诃萨呢，以夫入室，入了这种庄严三身三昧的时候，所见到一正全是清净庄严的。就像我们对空中，空中啊，空中是现象的大小，空没有大小，空也没有增减。咱把芥子跟须弥，芥子纳须弥，芥子很小的，但是芥子是空，把芥子变成空意，空就包括了，包括须弥三了。那芥子纳须弥是这样的，芥子是空意，是空的体，空的体能容纳一切的。咱们现在刚才讲这个月影啊，月是我们右眼见，不大，很小。我天眼见它就大了。上来所说的佛的那些个形象是真的，是空意，是真常的，佛身永远不异的。是你的见不同，随众生心所见的不同，而佛的身光和色和相和大小也不同了，这叫随心现景。景是心所转的，心所见的景那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，成就十种数集法。数正住行圆满大愿，愿数集法，成圆大愿。同时以寡法的光明照耀世间，法的光明，法光就智慧光，慧光啊，来照耀世间的。谁呢？佛。又者说住此三昧的，谁住到这庄光明藏的庄严藏的三昧，所以就有这么大的神通，真正大妙用。但是可在定中啊，在正定当中，能够圆满你所有一些愿。但我们最究竟的愿嘛，是愿成佛，愿成佛。住这个三昧，
庄严三昧是三昧的光照耀一切世间。嗯，以数以方便转法轮度众生。嗯，转法轮就是说法，轮子是形容词啊，说法像那个轮辇一样的不停的啊。这个转法轮度众生呢，但是随众生业，众生有什么业，就给他示现什么的居住环境。佛的清净国度有什么居住环境，那随个人的业报。这神国用世间法形容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世间灾害沙漏，水灾火灾风灾天天都有，炸弹的爆炸，环境的不同，那随他的业呀。咱们在五台山很多道友业很清净，一天你在屋里头念经啊吃饭呢、啊、就这么个院子啊，看着很简单呐、啊，很不简单。这个动荡不难，灾害频繁，现在啊，禽瘟疫、禽兽的瘟疫，大都是鸡吧、鸭吧，啊，现在发展到水族去了，海里也有了，有一种感染传染病，叫禽瘟疫吧，禽瘟疫吧，对我们毫没关系，那我都吃素啊，它怎么也传不到我们身上啊？我从来就不吃它，没这个业，没造这个业了，这个业报没有了。一乐哥天天被右身炸弹炸，每天都有。使十个、使二十个、使三十个、使五十个，每天都炸死一些人。就没被炸死也惊恐啊，惊恐啊！这么好多道友听都没听见。如果你看个电视呢，也是有业报啊。看电视看到了，看到心里就炸的时候很难过，知道淋不到自己了。跟自己没关系，炸的是别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业造了业了，为的是业。那你到极乐世界的说不是些事儿，你全断了，全不知道了。那清净佛国度吗？没这个业了。同时入这个三昧的菩萨，他平等的智慧就法界智慧啊，求实力，实力佛的实力，都与如来同住，以大慈的力量摧破魔君，摧破魔君，疏断众生疑，令人欢喜。众生有一个人什么疑惑，说法给他解除。入水圣洁，实现神变，也能实现生变。以种种妙言辞，净住住世间，说法世界清净。以下说，能闻着这个法的菩萨、佛子啊，此菩萨摩诃萨，还能得到十种法印。一切法无障碍，印一切法，以法界印，印一切法。这十种呢，都叫印，印呐、啊，印证的意思。说咱们不是经常讲三法印呢、五法印呢、
这个是实法印，印一切法。那十种呢，一者同去来今，一切诸佛平等善根。但是这是十地以上，十一地的菩萨得到十种法印，咱们有这个善根，种这个善根啊，然后读诵华严，虽然没得到菩萨摩诃萨十种法印，但是我们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是因，将来一定能证得，证得就是果，他们是果上，我们是因中，因中我们就学习，学习他们的成就。一者同去来间呢，祝福平等三根，去过去，来未来，今现在，同三世一切诸佛平等善根。这个问题我们讲《华严经》之前就跟大家讲了，《大乘起行论》讲《大乘起行论》，说我们是具足的，没有修正，是具足，具足现在迷了，不得显现。这些个大菩萨等觉菩萨、十一地的菩萨，他们呢，跟三世诸佛善根是平等的。咱们的善根也跟三世诸佛是平等的，但是我没得到法印，还没得到法印，这些菩萨得到法印了，得到十方无量诸佛的认可。成就了，二者同住如来的无边智慧的法身，是说这些个菩萨得到跟如来的平等的智慧法身，三者同住如来住不二法，唯此一切时，于二宅非真，这叫不二法。哪一次人呢？咱们前头讲了一真法界，现在讲这个法不二法，就是庄严殊胜的三昧门，二种庄严，一报正庄严，正报庄严，殊胜了，跟佛同等的不二，跟诸佛同不二。同如来观察三世无量境界，悉皆平等。这个十法印呢，全是理上说的啊，就是法性理体说的，不是就是四啊，不是就是四说的。说四有千差，理无二字。以什么印？以什么法呢？一真法界法来印证一切法。一切法都是一真法界，所有境界都平等了。五者同住如来了到法界无奈境界，了到法界了，法界无奈的了。六者同住如来成就实力，这经上上啊，咱们经常讲的实力啊，这个不一个一个去讲啊，大家知道就知道了。实力。说心无奈，跟佛的实力无奈，知三四四无奈，知一切众生机无奈，一切都无奈的。七者同住佛，融觉二性，无争论法，唯是一体，就叫无二法门。融觉二性，二性，自利圆满了，利他圆满了，自修圆满了，利他也圆满了。八者同住如来教化众生，恒不止息，
诸佛教化众生恒不止息，没有止息的时候，而众生无尽嘛，诸佛的教法也无尽嘛，嗯，因为众生无尽故，佛的教化也永远不止息。如果圆满说呢，佛的教化即无教化。像金刚经说吧，都是度众生，不见众生可度，没有众生受教化，也没有诸佛度众生，那有什么止息不止息啊？但是这个方面可不同，这是从思想说的，不乃是我刚才说是理上说的，思想说众生需要教化，说佛教化的时候永远不止息，众生不能自了，必须佛教化他，帮助他自了，还是他自了，不能自了，假佛的教化帮助他，叫他自了。就这同住如来与自三教，说这些个大菩萨呀，都能跟如来一样的，以此法印来印证，在夜里的三教之中能上官场，特别在夜里，夜里就是一切众生不明白自己是佛，具足佛性，那这些大菩萨就善巧方便，让众生能够去善于观察、了解、了解自己，自信跟佛平等平等，同住如来与一切佛平等无二，这已经善巧平等是一样的了。这个平等无二啊，在这个至此位菩萨，不但理上平等，事也平等了。真谛熟谛，熟谛就是景字相，真谛就是智，清净智慧，同等同等，无二。体跟众同等同等，依报跟正报二种庄严，正报的庄严，依报的庄严，平等平等，乃至于诸佛利益众生的善巧方便的智慧，此菩萨能跟佛平等平等，这叫十法印证，印证十一地的菩萨跟佛进入平等平等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。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，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
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，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，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两广宝忏共修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领众。日期4月8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一；4月15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二；4月22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三；4月29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四；5月13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五；5月20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六、卷七；5月27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八；6月3日星期六，两广宝忏卷九。时间下午2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慈悲置业花莲分会陈真法会布置机动义工，值班义工、半日班、环保组义工、香灯组义工、行政人员共同发心来陪福。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，03-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有一个米莱尔巴的故事很有名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，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都知道米莱尔巴常年在山洞里独自修行。有一次呢，他来到了西藏和尼泊尔的一个交界处，找了一处山洞住了下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属于尼泊尔的马南地区。有一天，米莱尔巴突然听到山洞外面传来猎犬的叫声，接着就是一声巨响。于是呢，心想这里一向是寂静，是禅修的枷锁，难道今天来了障碍了吗？想着想着就走到洞口前面的开阔处，坐在一块巨石上面。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只见一只黑鹿汗如雨下，惊恐万分的样子，慌忙跑到尊者前面。米莱尔巴一看，马上升起了悲心，心想多么温顺的一头鹿，纵然从未伤害过他人，如今却被追赶
害怕成这个样子，实在太可怜。于是，就向黑鹿唱起了道歌。听说米勒耶娃很擅长，也很喜欢唱歌，所以经常唱道歌。他的悲心和歌声感动了黑鹿，也抚慰了他的痛苦和恐惧。黑鹿呢，不禁流下了眼泪，乖乖的走过来，安静的卧在这个尊者的左边。这个时候呢，米勒耶娃就想，刚才听到了狗叫，估计啊那条狗已经就在不远处。正想着的时候，只见一只棕红色的猎狗气势汹汹的向黑鹿狂奔过来。米勒耶娃想，如果能平息他的怒火，那该多好。于是呢，心中充满慈悲的对他唱起了道歌。这次的这个歌声呢，也同样感动和安抚了猎狗。他咬着尾巴走过来，舔着米勒耶娃的衣服，然后就卧在了尊者的右边，两个爪子乖乖的放在前面。就这样，一只鹿和一条狗一左一右，像母子一样安详平静的趴在米勒耶娃两侧。这个时候呢，米勒耶娃就又想啊，在他俩后面一定有个猎人跟着，估计很快就要到了。结果呢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猎人，手里拿着弓箭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淋的跑过来，眼露凶光，一副傲慢凶狠的样子。他看到鹿和狗既然那么温顺卧在尊者两边立刻就想，一定是这个愚且士搞的鬼。于是呢，就气冲冲地说道，你们这些禅修打坐的人简直是无处不在，不管我是在高山上打猎，还是在湖边捕鱼，到处都有你们。我看你们这些愚且士死一两个也没什么关系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布衣能不能挡得了我的箭。说着呢，就拿起弓箭准备射下米勒耶娃。这个时候呢，米勒耶娃就想对动物说上几句法，他们都能有所感化。他是一个人，我要是对他说几句法，他应该也能听得懂。于是呢，就对猎人说道，先别着急射箭，听我唱一首，再射也不迟。于是呢，就唱了一首道歌。歌词大意是说，佛陀说人生难得，可是今天见到像你这样的人，也不觉得什么，不觉得有什么难得。降服外地没什么用，今天是降服自心的时候。虽然呢，这个歌词的内容，这个猎人没太懂，但是呢，他觉得鹿和狗这两者向来都是绝对不可能共处的，如今呢，却像母子一样和睦相处实在令人费解。此人一定有些过人之处。于是呢，他就走进尊者住的洞穴仔细查看了一番，想要瞧瞧这到底是何方神兽。结果洞里面除了一些荨麻草之外，一无所有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
信心，就对米勒耶夫说道啊，请问您是哪位上师啊？师承何人？修的是什么法？啊，谁在照顾您？我能不能跟随您修行？等等一系列问题。于是呢，米勒耶夫就又唱了一首道歌作为回答，意思大概是说啊，我是米勒耶巴，蒂洛纳罗马尔巴是我的上师，雪山土山是我的住处，岩羊和鹿是我的家畜，兔孙狗狼是我的守门犬，日月星辰是我的风景，神魔仙人是我的邻居，猿猴和熊是我的玩伴，光明快乐是我的陪伴，荨麻野草是我的食物，山泉池水是我的饮料，气脉明点是我的衣服。你要是觉得这些都适合你的话，就来跟着我学习吧。猎人听后呢，看到尊者所说和他所见的状况完全一样，心中呢备受感动，随即恭敬的顶礼尊者，而且把弓箭、猎狗和全身家当悉数供养给了米勒耶巴，并请尊者慈悲摄受他们。于是呢，后来这个猎人就成为了米勒耶巴的八大弟子之一，叫做猎人耶巴。所以说，我们能够投身为人道的几率已经是微乎其微，而又能在各种不同的人生当中获得暇满人生，成为修行人的可能性，基本上就是微小到很难用语言来形容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